各位在时代，今天是非常欢喜的日子，咱姐姐模范母亲在咱各位在粉丝团啊的这个参与啊，来在咱山内川啊，咱这个场地吼，足好的一个场地，特选的一个场地，也咱感谢山内川提供。咱这个社区是伫咱大家努力之下，姐姐的社区拢非常的进步啊，包括咱今仔日议会嘛有啊，咱的西征吼，西征川啊，理事长、总干事嘛拢到场，有咱潭东川吼，咱的啊蔡啊理事长啊拢来参与，所以讲起来，咱的社区发展啊，相当有一个水准吼。也当然，咱各位模范母亲今仔日是利用咱社区的一个场地啦吼，也最主要是要来表扬咱母亲的伟大。咱母亲啊，伫咱啊这块原种土地吼，来啊伫遐咧打拼奋斗。我咧讲吼，拢无啊求这个回报啦吼，啊对咱的主力对咱的社会拢是默默耕耘，啊伫咧付出，所以最主要这点，值得咱啊社区，值得咱全力，值得咱原种来甲肯定啦吼。所以伫遮我来感谢咱遮啊所有的遮母亲吼，会使讲对咱原种的这个付出相当的大吼，也当然咱办这个。啊，表扬，咱是单单以咱原种为准吼，无去宣传到其他，无去邀请到啊，倒一个单位，咱干打咱原种上有关的，包括咱立委吼，啊，咱的馆长个邀请吼，包括咱代表会，包括咱的村长吼，也姐姐拢是咱家己啦吼，也最主要，咱要家己肯定咱家己。啊，唔是讲咱要作秀，咱是真是在地啊，土生土长，是即块土地奋斗啊，得到大家的肯定，咱家己来肯定啦吼。啊，所以即只今仔日我非常欢喜，咱大家对咱的啊这个活动，对咱的表扬，大家这个的支持，也我嘛讲咱这次应该如来吼，这个。活动会愈来愈热烈啊！所以，我拄只咧讲诶，本正咱咧表扬是单单干呐公所、甲农会吼，啊配合甲咱代表会，即马连咱议员嘛来参与呢，吼啊姐姐咱诶遮机关吼，拢明后日吼，拢会愈来吼愈侪来参与甲咱表扬，所以即个活动我是认为非常有意义。啊，咱大家最主要在母亲。爱予咱大家啊，得到咱个尊敬吼，也希望讲咱今仔日这个活动啊，咱轻轻松松吼，也大家来欣赏这啊这个节目，也咱得到咱应该有的尊重啊，祝福大家家庭美满，咱今仔日的母亲啊，模范母亲，大家会非常快乐啊，所有应该讲起来，咱原种乡所有的妈妈嘛，大家啊快乐。啊，陆毅啊，加教练，谢谢。